恭喜王曼玉完成了大防超，如今乘坐飞机回归了北京之后，在新一轮的奥运会资格大赛当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目前拿到了 MVP 之后，更是有机会超越陈梦跟王艺迪，搭档上孙颖莎共同出战。其实刘国梁也做出了表态，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如今的王曼玉在赛场当中完成了大防超，她不仅在乒乔联赛当中凭借一己之力带领着山东鲁能打进了总决赛，但很可惜最终因为陈幸同受到伤病的影响，导致了如今的王曼玉她搭档上的陈幸同所带领的山东鲁能最终啊，单靠她个人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很难支撑的，但很可惜山东鲁能最终还是无缘了总冠军，拿到冠军的是孙颖莎和陈梦带领的深圳大学。然而值得开心的是，王曼玉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完成了大防超，她不仅凭借大比分击败了孙颖莎，展现出了强大的水平，并且王曼玉更是在乒乔联赛当中凭借她综合方面的积分以及综合的实力，她拿到了 MVP。 因为 MVP 的颁奖呢，并非拿到冠军球队的成员才能够拿到的，毕竟王曼玉在赛场当中她所做出来的贡献值非常高，她所展现出来的水平更是让人相当的认可，因此王曼玉重返第一名，拿到了最佳 MVP， 成为了乒乔联赛当中效率值最高以及呢成功效率最高的一名女单选手。因此随着王曼玉乘坐飞机重新回归到了北京之后，那么王曼玉呢也即将要去备战多哈的球星挑战赛，为他接下来的冠军争夺做好充分的准备，确实呢王曼玉顽强的拼搏精神值得认可。第二大方面，如今的王曼玉他在奥运会的积分争夺当中更是有机会完成大防超，因为按照目前的国际积分来看，王曼玉虽然说他的排位飙升到了第二名，但是奥运会的积分才是最关键的，这将会决定奥运会到底选择谁去出战。按照目前的奥运会积分，大家会发现呢，陈梦反而目前跟孙颖莎霸占着前二名，其实陈梦具备的综合实力也会很强大，陈梦在赛场当中直到如今他一旦锁定了跟孙颖莎一直霸占前二名的奥运积分，那么奥运会的比赛人选在新一年的巴黎奥运会将会派出陈梦跟孙颖莎共同出战。然而这个时候的王曼玉呢肯定并不服气，因为王曼玉呢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奥运会选拔当中能够超越陈梦跟王艺迪，从第四名飙升到第二名，一起搭档上孙颖莎去争夺奥运会比赛的冠军。毕竟在接下来1月3号即将举办的多哈挑战赛就是争夺拿回更高名次的绝佳机会，与此同时在新一年的4月份即将展开世界杯的大挑战，这一场比赛如果王曼玉也成功打进决赛或者争夺冠军，也将会有助于她重返前二名，搭档上孙颖莎共同出战奥运会。刘国梁其实早已做出了表态，王曼玉的发挥水平非常高，她在赛场当中能够面对着国外的选手打得如此的稳定，因此从王曼玉跟孙颖莎如今的表现来看，让这两人出战巴黎奥运会的单打比赛资格或许会更加合适。当然了，陈梦也具备很大的竞争力，大家认为派出谁出战奥运会更加合理，说出您的想法，谢谢大家，下期再见。